Ladies and gentlemen， 欢迎大家观赏《筹码滑起来》特别篇。我是今天的主播兼司仪 Kazuya。在《筹码滑起来》这个项目经历了半年之后呢，我们今天终于要来办一个非常认真而且厮杀彻底的职业赛事。今天真的是跟之前的氛围有点稍微不一样。看到我一开始这样开场，大家应该能感觉到了。OK， 废话不多说，先介绍今天的四位选手。首先入场的是卤蛋 ，A.K.A. 宅之道壮汉。怎么还知道壮汉？哎，来，宅之道壮汉。您知道您为什么叫宅之道壮汉吗？知道。为什么？因为我很会撞。不是，他是一个，他有另外一个资讯的。来，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现在上面的一个资讯哦，这是一个选手的资料。你们看到你的力道基本上是满的。力道那个速度、稳度跟运气都只有一星，哇，只有力道是满的。是是，对，这个是什么？这是什么原因？你知道吗？为什么？因为呢，在这个我看到这个数据上面哦，基本上在你的获胜几率到目前为止大概是7%。哎，那但是你在人家有好到，就是人家其他选手有拿到好成绩的情况之下，你破坏别人的比率是75%，真的准。你是一个超级破坏王型选手。我也是不想啊，我也是想要拿分啊。那今天这个状况，你有没有想要对观众或者是对你的对手说什么的？没有没有，就大家完全没有，是一个 peace 型选手。对对对，大家加油。好，没问题。那接下来，好，我们接下来介绍我们第二位选手，无死角定存仔大鱼。耶！欢迎我们的大鱼，你还把阿宝带过来？为什么要带阿宝啊？因为我好累。哇，你的照片很美。来，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这个选手的资料啊。大鱼，无死角定存仔，力道二星，稳度两星，运气四星。您是个运气型的选手。没错。但是我要跟你讲一个资讯，因为我们现在手上都是有每个选手的资讯的，就是这半年来比赛的一些项目，还有你的，比如说你获胜的几率啊，或者是你的一些过程中有没有造成一些很让人家印象深刻的 play。你的获胜几率有60%哦，很厉害，真低高啊！这位选手在前期就是这个游戏刚出来的时候，就还没改版的时候，你的获胜几率跟六探基本上是并驾齐驱的。哇塞，真的没有错，这是官方提供的有资料，如果有错的话，请打伤你，好不好？OK， 那大鱼选手，你对于今天的比赛有没有信心，或者是你觉得今天还是可以让你的运气直接抚平所有的对手？没关系，阿宝今天会帮我的。你要用阿华。对，好，今天我们的选手居然说要让步给其他的选手哈，这位大鱼选手说他今天用阿宝来滑，新的自负玩法。我们之前好像通常要用阿宝或其他特殊道具，好像都是因为抽到什么惩罚，对不对？你今天要自行惩罚，我觉得这是蛮棒的一件事情。不会。好 ，OK， 那感谢我们的大鱼选手，接下来要欢迎我们的第三位选手，深蹲勇士鸟屎，是我，哎哎哎哎。哎，来，欢迎我们的鸟屎选手，他今天是一个 snake 的造型，真的，你今天是个 snake 的造型，好酷啊。好，我们来看一下他的目前的资讯哦。为什么他要深蹲勇士呢？基本上他用出一些很令人惊讶的 play 的时候，他都是以深蹲的姿势在做这件事情，没错。但是因为如果以一个我这位主播跟司仪呢，基本上我也是有参赛过的，有经验的。但是他通常在深蹲的时候力道都会很大，直接喷出去。对，希望今天深蹲勇士可以有好的一个表现。那深蹲勇士有没有想要对其他的选手说什么话，或者是我今天十足把握，一定赢了。你知道今天的奖金是150,000。但因为我刚刚已经在旁边偷了6000，等一下，那个脚本上没有这一趴。桑尼，我刚刚讲150,000，没有这一趴嘛，对不对？有要给吗？没有要给，是不是？OK， 没有资金。好，那我们也期待今天鸟屎选手的表现。好，没问题。好，最后一位，我们的天母 Sniper 六套。什么烂脸？天母塞吧，嘴巴好痛啊！天母塞吧，来，我们现在欢迎一个嘴巴肿起来的天母 sniper， 六看起来了。而且我觉得麦卡贝真的非常的坏哈，就是这位我第一次看到这种职业赛事的那个照片是截取人家在睡觉的照片，太丑了吧！来，我们来看一下这六探选手的资讯哦，力道2颗星，稳度4颗星，运气2颗星，基本上他在资料上面呢是。目前所有的就是筹码滑起来选手里面稳度最高的一位选手，他现在的获胜几率目前是57%，哎呦，略低于大鱼，为什么？略低于大鱼57%，那请问你们几啊？我不知道。来，我跟你讲，在前期的时候，大鱼是60%，六探是57%，然后鸟屎跟卤蛋那个时候还没有一展长才的感觉。中期的时候，鸟屎的获胜几率是71%。
胜率70%。然后顺带一提，刚刚我讲过了，卤蛋破坏别人好事的几率是77%。不愧是真的准状态，宅知道状态，好不好？破坏王。OK， 好了。那我们的六汉选手有没有什么话想要对你今天的对手说？各位，好不好？加油加油！如果你们有拿到零食的话，跟我吃一点。谢谢了，等我一下，我有点卡门。哇，这是位神偷皮。比赛之前先不要 take， 刚才 take。哎，这个摄影师有点会。OK， 好，我们先介绍一下今天的规则。今天有些特殊规则，大家都知道，每个礼拜的筹码滑起来呢，基本上是可以把你这个礼拜的拿到的分数累积到可能加成你的筹码，再累积到下个礼拜去的。是，但是今天所有的加成全部重置，不能启动，不能启动，完全重置 ，OK， 完全重置。好，那但是下个礼拜会恢复，因为今天是特别节目。Okay, 下个礼拜你们之前的那些筹码呢，就会恢复到一般的水准 ，OK，OK。Okay? Okay. 而且今天一般来讲，我们的规则是最输的那个人可以摆放位置嘛，对不对？但是今天所有的摆放位置都要邀请我们的球桌小天使阿明。好没有人气的人哦，真的，这是我刚刚一开始出来，我们先一个意思的欢迎他，因为我觉得您头上那个也是一个筹码的。好好的，欢迎我们的筹桌小天使阿明。他今天呢就必须要负责每一趴的摆放筹码的一个项目，得分筹码的就由他来摆，所以这其实就看得出来，就是平常大家对他好不好？哎呦，因为他今天如果摆放在摄影机头上，你们也是得滑到他摄影师的头上。摄影师应该不好吧？应该是看他今天摆什么位置，决定我们之后未来对他的态度好不好？OK， 道理。然后第三个呢？第三个特别规则就是，如果是用跳台，如果跳过去的话，而且又在这个筹码旁边，你获得这个分数的话，多加50分。好的，再多加50分。好 ，OK， 好的 ，OK。那选手们准备好了吗？好，都准备好了，准备好了。OK， 那接下来即将进入我们的决定先后顺序的 part。来，一样哈、哦。来，看谁最接近那个最底面，就能按照这些最接近的就是第一位。OK， 好， okay. 来 ，3, 2, 1。来，我来判别一下啊。最接近的是卤蛋，第一位卤蛋。第二位六碳，第三位鸟屎，最后一位大鱼。那里啊，阿宝华的，阿宝华的。哦，我们要看，可以看奖励。来，我们看一下奖励啊。我的好远，你的好远。我们今天的奖励呢是阿莫斯利狂喜欢乐牛排餐。哎呦哎呦 ，Russian 狂喜爆香受不了串烧。哎呦。呀，院0815没吃过头破掉排骨酥，什么东西？什么东西？然后另外一位是 Crazy Raw， 别说了 ，Crazy Raw 别说了，定番杏仁豆腐，这个我好想要，这个我想要。来，再来是 Sing 115老麦9块鸡块，388夜晚看韩看剧最适合零食，看韩剧。May Chen 指定一位，下一次含一口水滑。难哦，这个有点 Eric 对不对？一个吧，啊不，指定一位下次一位下次弹幕相上滑，哇，指定下次开一个吧，好硬好硬，开一个吧，指定下次投资开一个吧，对，可是指定谁就不一定了。哎 ，OK， 好，我们接下来即将进入我们今天第一轮比赛，由刚刚的第一位，也就是我们的六碳开始。好，是我吗？不是啊，卤蛋啊，是卤蛋的卤蛋，好，卤蛋来，请摆，请摆，来球桌小天使，请摆，不行啦，不行啦，放平面啦。那球桌小天使很多是不是？哇，噔，这么硬！等一下有个问题，不好意思，球桌小天使，您这样的话，我们刚刚那个规则就没有办法了，因为他必须要跳过跳台。噔，他就不想要让大家跳过跳台了。可以啦，也可以。好，可以。好，放桌上。噔，放哪里？好，来了。好的。第一轮。噔，嘿。开始。卤蛋选手，这是一个安定的开局哈。是的，来第二位六参赛。今天要不要一样使用我的战轮方法？我今天绝对是战轮一下去，我跟你讲，轮了换不到，直接轮下去。
等一下，这个已经没有了。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已经没有了。我们没过半可以重来，可以吗？没过半可以重来，可以吗？这个裁判可以吗？可以，可以，可以。不要让主播这么难做，好不好？因为我们没过半重来的那个羞辱是更大的。好，了解，请说，请继续，请继续你的表演。没过半可以重来哦，羞辱是比较大的，粘到我的手，不知道为什么。好，算了，不管了，今天不行。低费，我们今天的 sniper 已经掉了两次枪了。哦呦，可以，一个非常稳定的打法。是啊，你想滚子？他第一局看得出来啊，鸟子选手第一局就已经开始蹲了。哎呦，远了，有点远。最后一位，还有阿宝，来阿宝，炫呐！哎呦，连500个都不屑啊！最后一位阿宝来滑，为什么要自己害自己？我不知道他为啥不尊重我。没有，他其实手是跟那个已过半，已过半，好不好？厉害！好的，那我们现在的分数很明显呢，这个500分呢就由我们的6探拿到啦。耶！那第二个100分由卤蛋独得，好低，这样子也有人，是，对，这样也有很强哎，厉害，好爽啊！好，一样。小天使，请摆放你的位置。开始你的摆放。好，我们的小天使看起来应该刚已经喝蛮多的，已经在旁边扭了。开心的是，请说。你知道的太多了，没有错。哎呦，好，你们现在有知道后面的那个位置是哪边吗？知道。OK， 没有问题。那我们第二轮即将开始，我们第一轮，第二轮一样是由我们的分数最高的开始。6探。抱歉。哎呦，这个嘛，这个位。哎呀，碎啊！这一个位，去哪了？直接淘汰一个坏影子。你怎么今天这么古溜？有等一下，我们再一次好不好？再一次好不好？好，请再一次。这也是口风铃吹出来了。今天我们已经把我们的赛事呢，各位了解，今天的赛事已经升华到职业赛事的水准。真的是职业赛事。由此可见，职业公司双面了，是不是？现在都双面了，现在双面啊。是，来有跳台就创双面了。太久没滑，忘记。来，我们的第二位卤蛋选手，我们鲁莽选手来。哎呦，稳定，危险的。第三位，我们的鸟屎选手，这个就不能滚了。噔噔噔噔噔噔噔，哦，小心啊！最后一位，我们的宝鱼，阿宝选择定存，他的眼睛闪烁了100，可是选手你能不能过半是个问题。可以的，哎呦，来判别一下啊！我们的500是由我们的鸟屎得到，而我们的100又是我们的定存仔拿到啦。噔噔噔噔噔噔噔，500是我的。那谢了。有观众说这个桌球小天使这个摆放的都有点太普通了，希望您摆放的特别一点。OK， 好，球桌小天使请上。哪观众这么无聊？你知道看着实况主们赛车，太扯了，跳过来。可以啦，没有啊，你在这边也很近啊。摆桌上啦，照不到啦。不然呢？不然你们来摆。哎，各位，有没有看过全世界有一个性感荷官一直在被参赛者骂的？发牌了，好的，好，再先发牌。接下来我们现在第一个进场的一样是我们的6探选手。好，你这个滑度，噔噔噔噔噔噔，哇，稍微微稳定。第二位是我们的鸟屎选手，稍微卡一下位，稍微卡一下。他刚上一趴的头带也带过来，没有错，他现在飞出去。哎呀，还想过头六探。第三位是我们的卤蛋选手。哎呀，果然是壮汉。目前的形势呢是卤蛋独得两个筹码 ，OK。最后我们的宝鱼，好不好？宝鱼连珠，你是关键了。噔噔噔噔噔噔，宝鱼的线头也太长了。很明显是由我们的宝鱼夺得了这两个独得分数，好不好？现在已经不是定存仔了，宝鱼越大，宝鱼越厉害。哎，不是我。你干嘛？在这。你干嘛啦？你这看不起我？你在干嘛？跑到那边去？你在干嘛？我刚一放他的。陷阱啊！你到底在干嘛啦？
这位选手，您的筹码，您是要不要拿？哇，真的好笑了。来，我们的，快点！等一下，你又笑没声音了，好不好？可不可以冷静一点？这位选手，我们还是要比赛进行下去的。请放，请放，好，来，性感荷官，请。快点，快点，我还是要控场的，好不好？今天摄影棚真的好亮哦，眼睛好不舒服。我不知道哦。好演啊！那你动作可以快点嘛，因为我们其实还有下一步。好像知道了，哎，我好像知道了。好，这样看，大家那个史莱姆大不用理他。来，我们第一轮一样是六碳选手，没有大鱼啊，大鱼选手，来了，噔噔噔噔噔噔噔，撞出，哎，没有撞，哎，还算可以。第二位是我们的六碳选手，哇，底片，一定会撞，感觉会，噔噔噔噔噔，小心啊。哦，黏着啊！第三位鸟屎选手，噔噔噔噔噔噔，撞不到！哎呦哇！哎呦哎呦哎呦！哇！爆炸！哎，这是定存，真的是定存，它永远都是定存。这个太难，让它去定存，太难。看你要不要直接攻击这边，好不好？不要摧毁，摧毁会，不要愧对你破坏王的存在。我觉得有机会让大鱼独得，所以对呀，不要摧毁。我觉得你拿一百块，我拿一百，破坏王今天我拿一百五。对，150啊！哎，那很明显啊，六碳拿到500点，卤蛋选手拿到我们的150点，因为他有过跳台。买卡150点，买卡！一定要过跳台，不是过跳台才会有再加50分。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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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笑人光！怎么有那么多阿宝？噔噔噔噔，性感荷官。这是阿宝黄黄脏脏的。等一下，你的阿宝怎么繁殖了？这是阿宝。好，我们的第三轮，我们第一位一样是我们的六筹码，筹码已经放在那个灰猫，灰猫后面，灰猫，两个都放一起哟。好的。哎，这个不好丢哎。黑呀，有点超级深的。灰猫后面呢？有，反弹就可以了。反弹或灰猫的屁股底，灰猫的肚子底下还是对。肚子也那还好，等等等，你就把它撞出来吧。先去后面等好了。所以非常的漂亮，直接命中了摄影师的下体。我刚差点倒抽，这非直接让摄影师的下体。有第二位大鱼选手，有宝鱼选手，宝鱼上大责任，大宝鱼。哦，撞出了个100！哇，第三位鸟屎选手。可是你不知道你到底是比较靠近哪裡？因为这个就很说不定了。对，我发现这样很好玩。飞出去，反弹！哎呦，漂亮！哎呦，漂亮漂亮漂亮！这个只能把猫拿掉才会知道。来，没错，一个最后一位了。哎。哎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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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现在要揭晓了，由我们性感荷官。好，揭开猫屁股。哎呀哎呀，还是一样，没有错。鱼拿到了500分，鸟呢则拿到了100分，150，但我是150分，因为他过了跳台。耶耶耶！可以请小天使帮我找一下我的筹码在哪里。滚太远了吧？这样滚太远。哎呦！性感荷官感觉是今天最累，唱错段了，应该是滚太冤吧。来，性感荷官，请先把你的筹码给镜头看一下，因为这一次呢有1000点。哎，哇！1000点出现了，好的。哎，没有，聚焦荷官，他们是妥瑞斯，模糊荷官，模糊荷官，马赛克荷官，还像是偷偷摸摸的，哎，真的，史莱姆偷偷摸，哎，看得到吗？哎，好，看不到。啊，两个都在后面，两个都在后面。好，第一位是我们的大鱼选手，危险，危险，危险，他不好听，哪里比较好？你在问阿宝？请问你在跟问阿宝吗？看起来有点可怜，有点可怕，很可怕。噔噔噔噔噔噔噔，对。哦，稳当，稳当，稳当。来，下一位是我们的六碳选手。哇，这真的看不到哎，好刺激哦。真的，而且那个脸还这样看着。我不要再跳台了。又想起飞啊！哎呀！哎呀！Sniper 是很近，稳定度真的很高啊！这个，哎呀，哎呀，不知道谁比较漂亮了，又要看这位会不会破坏我们的好事了。很难啊，我想跳一下。哎呀哎呀，来，性感荷官开牌，不用不用啊！啊，是你的。等一下，这有点问题。裁判了，好像是六碳的哦，应该是六一千。哦，六碳1000，然后鸟屎100。
六碳是拿到了一千点，然后你是一百五十点，还是都是六的？没有，是六碳一千，然后你要死一百五十点。耶！哎，我一百而已，我没有过跳台。哇，你功力好！是六碳过跳台对不对？不用，我靠，我靠。干嘛？哇、wow, 哦，有心结啊！所以你们两位都没过跳台，没有了。对，所以一千点跟一百点。好，哇，现在分数已经开始有点拉开的状态了啊！悬殊啊！现在到比赛中场，现在是两千点对三百点的对决。可以，还可以，还可以，比我上一半好。对，不是，这位荷官，你是不是你的牌都不太好意思给人家看了、啊？你永远是藏在东西下面。三个六，好，开始。好，开始，好的。三个六，来。网友一觉得超傻耶，都看不到，真的都看永远看不到筹码是在哪里。哎呀，正常一点，糟了，中间碰一下那个档案夹摩擦了，尴尬，太尴尬。换我了，来，大鱼选手，摩擦，我要直接来，好。哎呀，没有，六探下去了，我下去了，下去了，真的会撞，准。来，我就一个虚空行者了，不要碰我肩膀。来，不要碰我肩膀。哇，卡萨丁阿林海，有一个卡萨丁了，好不好？穿越毛肚，哇哦，穿越毛肚，现在正在他屁股正下方，卡在猫屁，对，正在他屁股正下方，卡在猫屁，卡在猫卡门，神猫卡，哇，那你独得了啊！我试试看，你的，可以了，卤蛋选手飞出去。哎呀，那应该是没什么好讲的了，这两个分数应该是卤蛋的。开了，好爽，漂亮，耶、yeah ！直接拿到了600分，就是魔术师一开在灰猫那里，哇，Magic，Thank you， 谢谢，哇，来找人是不是？哇，现在没有想到，现在反而是鸟屎变最后一饼了哦。哎、来，现在我们的性感荷官，可不可以让他筹码出来一次，好不好？筹码赛出来，对啊，好不好？好的，来，我们第一名一样是我们的六探选手，现在领先了。好爽，来，噔，跳一下，玩一下，跳起来，哎呦，漂亮，哇，太六探的50分，目前是稳定进账中，嘿，这位宝鱼，哎，你这样子看起来真的。大鱼今天这样看起来抱着在滑，真的很像是一个已经怀孕生孩子还要上节目的一个辛苦人呢、欸。这么可怜是吧？真的，你的孩子看起来是很怪。硬讲，快点啦，还要下一趴。你孩子要跟你孩子出现多久？你的孩子，刚那个海妖死掉了，真的，刚是个 siren dead， 还有一个死掉，一个哈比死掉了，直接从史莱姆旁边溜过去啊！哎呀，史莱姆好惨呐、啊！这个宅知道壮汉今天没有撞到、啊，都有撞到，其实都撞到史莱姆了。没有，我是独得者。哎呦，噔。现在就危机了，好不好？来，请我们，来，请把我们帮我们把我们的史莱姆拿起来，荷官做事。可是这100块在这边呢、啊？100块在这边啊，这边是500块啊。这个500块，这个可能要量一百，好像也不是，可能要量一下。好，请问裁判，好像这个500块呢？500是六碳的。500是六碳的，我觉得100也是我的，我也觉得100。对，100不要动，还量还在这边，好不好？应该也是你的，请问裁判还是你也是六碳的？哎呀，而且他有过跳台，你那位置可以，他今天独得了650分，哇哇哇哇，果然六碳，非常放弃滚的果然是对的，但是滚到这个时候大概才100分吧，真的，好的，好，这个好，这个漂亮，这个漂亮。好的，第一位六碳选手放到边边啦。这个，可是这边现在很难过去。大林的筹码，就猫肚战法，虚空行者啊，不行，太嘎。你知道灰猫肚子比较垂是没办法的，垂。然后你说他垂，好，最近吃比较胖。你在说他还是你？阿妈，我觉得可以，我觉得可以。来，聊天室滚起来。已过半，这个一定失已过半，配一个等一下目。哎，请下失败，请下失败音乐。这个绝对要配一个等一下目。失败，太帅了，失败。来，下一位大鱼。不行，我手擦嘴巴要黏黏的，没办法很稳的离开我的手指。没想到最后害你过不去了，竟然是你的嘴。我自己的药膏，管不好我的嘴呀、啊。哎呦！
哇，虚空行者虚空行者有个问题，他刚刚经过那个灰猫肚子完全没有停下来。虚空行者漂亮，哇，卤蛋选手有点困难。哇，又撞飞，美、哎！你的力道真的是点满的，真的很壮哎、欸，真是壮汉，真的壮汉，真低壮啊！虚空行者，虚空行者，你要穿的吗？深蹲的虚空行者，我是不会输给这个猫肚的，咋猫肚？五百，你旁边有罐头音效，五百。等一下，摄影大师，不好意思，摄影机先生，你有没有这个在进入麦卡贝的这个工作环节的时候，有没有跟你讲说可能会有点生命的危险？这边如果也这个画面一定好，而且刚刚那个摄影师大哥，你的反应没有录到，真的太可惜了。你刚刚反应太 real 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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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 real 了。然后这边有一个摄影机，耶，500，今天筹码怎么那么黏呐、啊？多黏啊！五百，这是你的药膏还是我的药膏？你的哥有点痱子粉，好不好？我的药膏，哇塞！哎呦，哎呦，哎呦，拿不到五十哦，在哪里？哦哦，可以哦，可以哦，还在画面。好的，第一位一样是我们六团选手 Neuro， 打鱼分数好高啊，养不到包。这个就是欠滚，欠滚，哒哒哒哒哒。哎呀，稳定，这里是第二位大鱼选手，相信个好玩，大鱼会帮我的。我帮你从那边踩回来，做事情就可以帮我。好，阿宝，还是算了。哈哈哈哈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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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哎，现在目前感觉是卤蛋拿到这500分啊，最后一位关键了，关键关键关键，好屌！不是，我这个，你刚刚有发现那个摄影师刚才丢了一下，他又吓到一次，他又吓了一下，什么逻辑啊？他从500到好了，请问裁判，我真的是卤蛋一人，卤蛋拿到500点，然后大鱼拿到定存100点，耶，非常漂亮。厉害，什么逻辑？怎么会被过？好屌！你们会不会之后那个摄影师都不敢站在正前方？哎，哎，下一轮，这一轮也有1000块哦，1000点出现了。谁一千？谁一千？我没办法接。一样可以，1000嘞！哦哦，是，这个好，这个好，这好，这个就厉害啦。第一位 ，Sniper 定杆的。有，等一下，我发现他翘起来了。啊，抚平细纹，没有错。1000，哇，这个感觉有点微妙。好，下一位选手就是我们的大鱼，会帮我的。大鱼最没有，你应该说你会做自己。真的，大鱼做自己，大鱼做自己，好难，好难，勇敢做自己。我在想要小小的，可是他做自己有可能会抢100块，真的。哎呦，哇！哇，这个非常漂亮，大鱼选手这个反弹还加了50分，厉害！来下一位，哇，这个有点定存了，有点定存，好像一定得反弹，再用力一点，它落地不可能。1000，后面的摄影师请小心。1000块，哎呀！我们的1000点是有我们大鱼拿到，那我们这个100点有卤蛋拿到，好猛哦，厉害！哇，大鱼这样直接超过6碳啦，大鱼选手太神了、欸，真的是一个运气使然的选手，运气仔，真的运气使然的选手，来，请我们的荷官好不好？阿明又在发，这个位置蛮奇怪的哦。哎，蛮刁钻的哦。来，第一位变成我们的大鱼啦。哎，换我了。真的耶，阿宝，你好扯哦。要超扯，这个比赛蛮好看的，对不对？够，快一点啦！不要再玩孩子了。还有下一趴啦，我觉得餐车下礼拜播好了。哎，哦呦！你都钱给我，你都有一个非常稳定的、奇妙的力道。好，下一位是我们的六碳选手。真的猛，真的猛哦。哎呦，
侧面射击。有我第500块。哎呀！哇，目前看起来500块还是我们的大鱼的。OK， 下一位选手卤蛋。好难呐！来了。哇！哎呦，远了，跳台难的。最后关键啦。不够大力，太怕飞出去。来，请我们的裁判判定。已经有心魔了，已经有心魔了。你是烈火战车的刘德华，不敢再杀弯了。六碳，500是六碳的啊？我的500是六碳的。哦，真的？哎，100是六碳的。吓我一跳。哦，500是大鱼的。OK。哇，大鱼好猛。其实，来，你先不要拿，你看这其实很微妙。没有啦，我差一点点。他了。来，500那边对着一个。非常漂亮，慢慢拿个。好了，我们的性感荷官现在玩鼠鼠。对，不如把它。不如把它。请问一下，有人真的在乎我们还有下一趴吗？Excuse me， 有人在乎我们下班时间吗？对啊，有人在乎我下班时间吗？而且他还要去赶飞机。我赶飞机。好，那我们现在下班要干嘛？他一下班要去桃园机场了。真的假的？真的。好，抚平细纹了。好，来，请我们第一位杨总大鱼哦。大鱼够，大鱼够，马大鱼直接滑出去，不要再摆 pose 了。哇！加油 ！Nice， 厉害！帅！漂亮！下一位，五只六碳，这局他太帅，不能跟他输的。真的帅，你真帅，真帅！我今天在骂人，而且他在后面就没办法帮你。帅吗？哎呀，定存！我赌有小朋友会把律师送过来。哦哟！一百了，过分！我赌，我让我想拿，我赌一个 kiss， yes， kiss radio， 哦，这个要裁判来判定一下，这个真的，真的哦，这个没有话讲，那个卤蛋就是拿到100分了，是的，500是两指的，漂亮，哎，瞧不起我，荷官不简单呢，荷官怎么样？怎么样？都是乱丢哎。哎，这个荷官，你才上班第一天就想被 fire 了，还要跟猫一样很兴奋，对。有人在意你们的下班时间吗？对，还好还好，你们自己都不尊重自己。第一轮大鱼，所以高高，大鱼这个危险了，你只能二择一哦。丢起来，不跳台了，不跳台了。哎呦，他今天稳定度好高啊！对，他是运气稳定度很高，真的，还是因为今天他孩子在旁边。哎，原来是阿宝救了你。哎呦，哇，这个也漂亮，猫手停车之漂亮。我刚刚那个仪式是什么？召唤猫手吗？好了，还有100块。来，选手，来判定一下呗。这个没话讲，卤蛋就是拿到500块。那这个鸟屎算是跳台150元。哎，所以还是算跳了，转，这样还是有整数。漂亮。来，所剩的筹码不多了，只剩大概5盘左右。好，跳跳。好，来到1000块啦。1000出现喽。1000呢？呵。哎，好，太漂亮，漂亮。好。没有错，这样就对了，好不好？来，第一位是我们的大鱼，意外放。这个真的难啊，真的。这个看要不要跳台，这真的有点难。我不要跳台，但是因为我觉得是很容易把它打进去。兄弟，哎，这个打得漂亮，我就把它打进去。下一位六碳选手。我还要经过那个资料夹，总是有点毛毛的，真的。烈火战车的漂亮，非常漂亮，这个打歌仔，哇，打歌仔后面排队，停在六碳的车位旁边，进去的点，没错，哎。就危险啦，太强了，因为这样的话，鸟屎是毒德哦，鸟屎毒德，对哦，鸟屎毒德哦，是哦，是吧？你头发挡到了啦，对，您的头发，鸟屎毒德，好猛哦，1100分，我是哥，直接好不好 ？Freddie Mercury。给你耶，好的，不好意思，这位荷官，还是这样，荷官，也可以，好，可以，你好强，你是逆命吗？摆，你又滑的比你自己摆的还好，对啊，哎，不要侮辱我们专业，
还称得上专业的话，就是侮辱，好不好？这个还能称专业哦，这么快！来，第一位大鱼选手 ，Let's go！ 这个不侮辱你是马里奥吗？哎呦，哎呦，稳定稳定。第二位是我们的六坦。现在卤蛋已经变最后了，作陪莫做了。二一五四，哦，哎呦哎呦哎呦，你要死，第三位你要死，可恶的药膏。哎呦哎呦，来了壮汉，来了，撞下去，别撞啊！撞过去了，大鱼拿到五百点，我就变残了，恨啊！大鱼拿到五百点呐，卤蛋拿到一百点，哇，好像有一对对对，到那个地方了啊。可以可以可以，恨啊恨啊恨啊！谁摆谁摆卡卡亚库，一百你的，谁一百？鲁代一百，我一百。最后的三局哦，最后的三局，波西你拿嘞，不行，一定要三千，至少拿个三千。哎呦哎呦，行行，会丢。第一位已经懒得，是我们的已经四千分的大鱼哦，哇塞，真的是非常高的分数，来了撞球的感觉哈。好。哦。天哪，他走了。好远。这也是个名字。这个还放在音乐干嘛？都走远了，放错了吧？还会补。第二位，来，柳泰。哎呀！哎呦，危险！危险！危险！漂亮漂亮！斜着切跳台，摩擦太高了。真的。写的不容易算那个几度，最后我们卤蛋，我也要跳跳。哇哇，好远啊，撞得远。您的力气 ，two big 啊。这个大鱼拿到一百点哦，对啊，这个五百点是我们鸟屎的。哦，好爽哦。以后请叫我什么，好不好 ？Black Horse 黑马。来来来来，大鱼的。来，我们现在性管性管何干，与你何干？哎呦，漂亮！这一局只有一千了。等一下，等一下，你完全是一个，你完全是一个发牌机，投球机，与你何关呐？你太来，第一位大鱼选手，我要干到这个一千点，气死我！哎。哎呀，史莱姆笑你，换我了，史莱姆笑你。哦，厉害啦！接下来是六探选手，六探选手，小心啊！哎呦，哎呦，而且过跳台一零五零稳稳啊！我除非压在上面。来，这个破坏者1050 Ti， 1050 Ti， 不要再跳了啦！哎呀，好险！哎哎哎哎哎哎！不不，来，我们来看一下，因为六碳跟那个卤蛋哦，跟那一百有点近，那一千五十点基本上已经是六碳的。卤蛋一百，谁一百？谁一百？卤一百，卤一百，卤一百。我是哪嘞？最后一乱了，这也已经最后一乱了。只要一千块就好了。对对对，只要一千块可以，一千块争夺战了。耶，争起来，争起来。我只有一个一千块，只有一个一千块。好，对，只有一个一千块，全是国外来是不是？都可以发牌了，他一定会丢出去。不要给他通告费了。你知道这叫什么吗？这叫咒术，都说的就会成真。言灵 ，OK， 这言灵。这个一定还是会最大发牌机上线了！哎呦，危险危险危险！这个这个难弄，漂亮漂亮，这个难弄，这个难。来来来，这个不是我可以控制的啊，所以就不要怪我。恭喜你拿嘞！哎呦，一个帅呢！你今天都还蛮稳定的，真的，稳定运气。来，下一位。哎呀哎呀，走远走远又粘到我的手了。你的嘴巴就是管不好这张嘴，对呀。哎呀哎呀哎呀，点点哎，现在目前看起来应该还是大鱼的。哎，这个真的交给你了，卤蛋，不够大力啊！破坏王 Q， 看来没有什么问题了，你必须优先，是我们的大鱼拿到了。
来，大鱼选手，来，请对着镜头，请问你有什么获胜获胜的感言？5205哎，我要全部买下来好。哇，很强哎！好了，今天大鱼的分数是2201分。大家刚问获胜感言，他这样，我要全买下来，啊、笑的那张脸超级脑满肠。从今天开始，你就要董卓。好，我们现在直接进入我们的那个就是兑换奖品的 part。现在大鱼有5201分，很高吗？非常高，碎碎碎，太厉害了！他跟第二名差出1200分，非常高。我要杏仁豆腐，5000跟3800都很难算。还要杏仁豆腐，杏仁豆腐扣掉1200，我可以买好多个。你可以全买完。你好像第一次拿零用钱的过程。对，我要那个指定一个，下一次含一口水滑跟那个牛排餐。好耶、yeah ，牛排餐。所以他要一个指定一位，下一次那你要先讲要下一次哪一位？我在旁边想一下。啊，想旁边再想，让他们继续。OK， 那你也可以在这里想。等一下回去之后先看跟着大家口诀，在下个礼拜谁要先请我吃东西？过两天之后看到大鱼。拍照这样在夏威夷，我在夏威夷想一下要指定谁，这么凶神，而且夏威夷想一下拿一颗椰子，哎、欸，等一下他还有换那个，他还有换那个杏仁豆腐，耶，全花光，那刚好可以，他刚好可以，我刚好5200哎，对他刚好5200。哇，你算数很厉害嘞，他还在想，他想，来，然后下一位呢是我们的六探，3853，哇，我也可以换很多哎，真的哎，还是你要换嘴巴药？他现在回去就会把那个嘴巴要烧掉。那1800加2000啊？真的，你可以1800加2000。1800加2000呢？刚刚好哎、欸。下一位站木箱上面，我很想比较想吃排骨酥，那就1800加2000好了。就是爆香受不了串烧串烤加木香滑。好，木香滑 ，OK， 那你要直接指定吗？我指定我自己站在木箱上。哇，为什么要这个贱人？因为那是我的战轮法。好，没有问题。那我这个贱人，这个六探选择这两项啊，所以再来是我们的你要3000分。那我就都一样啊，反正就是这样。你就留个9块鸡给他。没有，那我换排骨酥就好了，我让你把它花完，好不好？哎呦，真正不愧是老趴的，好厉害！不是，反正怎么换也都是那三个。最后两个基本上就没有什么话好讲了，就只能这样子。好，一起吃了吧。这次所有的奖项都换完了。Yeah. 啊，这次四位选手的战斗呢，感觉没有什么起伏。可以了，这大鱼选手非常厉害。这是排骨酥吗？这是我们排骨酥，来直接上我们的奖品。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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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你要死！我怎么含一口水？阿宝说：“阿宝说，我靠，这也买得太美了吧！真的哇塞！哎、欸，这个这要近一点吧？这个，这是夜市买来的。这个厉害，这个厉害。虽然是 Yes Matter， 但是很香，但是看起来很漂亮哦。阿宝不要闹，阿宝走开。这是我的、啊。阿宝走开哦。串烧跟这个串烤跟炸鸡。哎、欸，这个串烧是不是那个？”四串谁100？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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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那我们这一 part 要先稍微做一下休息，即将进入今天才知道的最后一 part， 休息一下 ，See you next round。嗨，大家好，鲨鱼，这个红色按钮，订阅搞起来，快点订阅，你们赶快订阅，这样你才不会漏接我们所有才知道的影片，精华，点我影片。